要搭高铁到桃园的 IKEA， 带着两个小孙女过去。高铁站到了。现在已经排队半个小时了。小妮姐姐，嗨，好好好，拿盘子拿盘子，快等到快轮到我们了。今天来伊蒂亚的餐厅，有他著名的肉丸子，还有战斧牛排，还有鸡翅，还有鲑鱼，还有鸡肉沙拉，还有爆米花，哦吼吼，好棒哦！姐姐，棒吗？太棒了！太棒了啊！好可爱的椅子啊，好可爱的椅子。我今天没有开车来，今天搭高铁来，怎么买给你？哦，还有不锈钢厨具耶，儿童不锈钢厨具。慢慢姐妹分享快乐时光。2.1平，小朋友在这边玩的都不想走。
姐姐，伊蒂亚原味冰淇淋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好吃啊！而且白色的口味很好吃。对，你们吃的都长胡子了，长胡子了，长胡子了。吃过吗？两个吃的都长胡子了。刚刚3:35的早走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等下一班高铁。阿妈还自制了一个自制的条根给你吃一口，自制的条根好厉害，用杯盖折一个条根给你吃一口。哎，你阿妈聪明吗？好厉害！我真的会魔法，魔法阿妈。虽然是魔法阿妈。嘿，哇，好厉害呀！用洋芋片挖优格更厉害，这样子好吃吗？很好吃啊！刚做优格还好，是，你妈好厉害，好聪明啊！还想到用洋芋片来挖那优格，那条根用这样子也蛮不错的哈。到彩绘火车哦，你今天好幸运哦！阿公上次去富士山搭到方马寺，你今天搭到卡纳赫兹的彩绘高铁，好棒哦！